您回来了。你的救命恩人怎么样了？早上醒过一次，吃过饭以后又睡了。请安童先生看过了，说他太疲劳了。哦，不过他在山上干什么呢？ 请进来，请吧。啊，非常感谢，我女儿遇险，多亏您救了她，真不知该怎么谢您才好。不，按说应该是我向您道谢，倒是我给您添麻烦了。哪儿的话，请坐吧。哎，请坐吧。哎，谢谢。爸爸的衣服。 真优美，请教过尊姓吗？忘了问了。我姓钱田。真优美，我和钱田先生喝一杯，给我们拿点下酒的来。好吧，我去拿爸爸最得意的奶酪来。能喝一点吗？白兰地怎么样？好的。 谢谢，杜秋先生，你不准备去投案吗？我为了当下届北海道知事候选人，正到处奔波。明天要到札幌市去，你一起去吗？ 有些原因，是我暂时不能投案。甄优美是我40岁时候生的独生女儿，她母亲一生下她来就死了。按照一般的说法，甄优美可以说是我的命根子。这孩子。 似乎对你有好感，我不给你添麻烦。对不起，下次赶你走。什么事？经理，您的电话。少培。 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？我是考虑到您竞选知事，他们报告警察署了。哎。
来机动队，街上都被封锁了，快，快上网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喜欢你。远波先生让秘书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跳窗户逃走了。牧场内正在搜查，还没有线索。如果他再跑到山里去，就麻烦了。就是两三百人搜山，也是不可能找到的。你是个老滑头，远波先生。你是？啊，警视厅史村。你呀，嘴上说协助警察，可是你早就打算把他放跑了，对不对？太不客气了。经理是下一届道知识竞选的候选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你少说话。什么？主事？是。你们这儿不是说有50多个工人吗？啊，完全可以抓住杜秋，为什么不抓他？他从昨天起就在这儿，我们全都知道，你不用装糊涂。你说话，现在就可以逮捕你，因为你包庇了一个罪犯。你们弄错了，爸爸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要逮捕就逮捕我吧。小姐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报警察，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什么救命恩人？请你告诉我，杜秋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不会不知道？就算我知道，也绝不会告诉你。你要逮捕就快逮捕吧。这又没，哼，好一匹野马，没调教好啊。全体撤回。好，白费时间。是。